有点想跑，其实有点。你不是拿什么去了？哎，兴奋的娇羞。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你这意思，人家还想呢。啊，没有，这说相声的没有行头，那怎么唱？那不穿了。
啊，一级的发布会啊，我赶紧赶啊，我家里地大了，我还等着你的忙。发微信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你还说我请您吃饭？我有点不想去。我请您吃饭。别气。请您吃饭。我去。哎呀，我有点不想去了。我请您吃饭。我去。我有点不想去了。这个可就不是这个舞台了，嗯，好比是深圳的大街上啊，这就是深圳的大街。嗯、哎，不、啊，你是不是嘴里有痔疮？人粤语好像街就是街的意思啊。街啊啊，街吧是吧？啊，街啊，街街街，还挺齐，那好有默契哦。行行行行行，去，像话吗？这都像话吗？这都。我哥也死了是吗？别对，别道歉。好家伙，跑这儿灭门来了，你看没有？你在这儿我不跟你聊了啊，不过去。